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啊，有一个指点，它是 0.1 公斤，它系在一个线 1米长的线上面，从天花板吊垂啊，吊在天花板上，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啊摆动，左右的摆动，这是垂线啊，摆动。当绳子与垂线夹西塔角的时候，西塔等于30度的时候，这个物体的速度是每秒2公尺，每秒2公尺。现在要求指点加速度的切线分量与法线分量，指点加速度的大小跟方向，刚刚是切线分量法线分量，那么总加速度的大小跟方向是什么，还有绳子的张力是什么，要求这个。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那一定是力的问题，对不对？一定是不平衡的问题，用动力学来解。那我们就把关键物体找出来啊，把关键物体的外力画出来，一个是 mg 超距力，然后这个是接触力，就是 t， 还有一个就是mg 跟 t， 就是这两个啊，这两个啊。那么我们看切线分量啊，切线分量这个没有切线分量，只有这个有切线分量，就是 mg sin 西塔那等于 mat 就等于 g sin 西塔，g 是 9.8 每秒每秒公尺，sin 30度等于每秒每秒 4.9 公尺，这个很好算。那加速度呢法线加速度要怎么算呢？我刚刚说过用这个式子啊，牛顿第二定律 sigma fan 没办法算啊，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an 等于这个 v 平方 over r， v 平方知道了，R 知道了， R 就是一公尺啊，所以 AN 就等于每秒每秒四公尺。那 AT 跟 AN 都知道了啊，那 A 就是等于这个，就是它的 和加速度啊，它是等于啊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啊，开根号就是这么大。OK， 方向你就用 phi 角啊， tangent phi 是等于这边比这边。AT over AN 带进去就是51度。现在要求它的张力。好，张力的话我们就把牛顿第二定律这一部分写出来。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这是 T 减掉 MG 啊，这是朝这边，它是朝这边的力啊，等于 MAN 啊，牛顿第二定律哈。好，那我们把这个调过来放在一起， AN 算出来了嘛，西塔30度也知道嘛，带进去就是 1.3 牛顿哈。所以这一题就是告诉我们法线加速度永远等于 V 平方 over R， OK 哈，等于这个。好，再来我们就看人造卫星的运动。假定这个是地球，质量是 M， 半径是大 R， 好，这个是人造卫星，质量是小 m， 它距离地心呢是 R 远啊 ，R 远。好，人造卫星在上面，通常这个都是几百公里了，300公里、400公里啊，这个时候空气非常非常的稀薄。啊，我们可以当作没有空气的阻力，因此呢，人造卫星在这个位置啊，它仅仅受的一个力就是重，就是它的万有引，地球的万有引力啊。好，那么我们看地球的万有引力跟 R 的平方成反比哦，啊，这个时候啊，它的轨道啊，可能是椭圆，可能是圆，可能是抛物线，或者是双曲线。要看它的发射时候的条件而定，这个我们先不管它哈，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圆形的轨道好了啊，把它当作是圆形的轨道。好，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牛顿第二定律拿出来看，它只有法线分量嘛，这个万有引力要等于 MAN V 平方 over R， 所以 V 平方就等于 GME over R， 等于这个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G 这个 G 我们前面讲过，它就是大 G 乘上 M1 然后被 R 平方来除了，所以我们上下都乘一个 R 平方的话呢然后上下乘 R 平方那么我们可以把 R 平方开出来变成 R， 然后这就变成 G over R， 速度跟半径的关系，速度跟这个地球半径的关系再来我们看人造卫星的周期还是二派 R over V， 我们刚刚用过 V，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对不对？刚刚算出来了，把这个带进去把这个带进去，这有个一次方这个是开山拿上去就是等于二分之一次方，就二分之三次方。那这个地方大左边跟右边同时都平方一下的话那就 T 平方这个平方的 R 三次方。那就是说人造卫星要记住它的周期的平方跟它轨道半径的三次方成正比这是人造卫星的一个特色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一个人造卫星在地表上空300公里绕圆形轨道运转，假设地球的半径是6400公里， G 是等于每秒每秒 9.8 公尺，这个是 G 是等于这个是我们地面附近的重力加速度，问卫星的速度是多大，卫星要多大的速度，还有求卫星运行的周期是什么，求卫星的法线加速度求卫星的速度，我们不是有过这个式子吗，对不对？你就把这个式子拿出来你现在知道它的轨道假设地球的半径6400公里还要加300公里，所以它的 R 就是什么6700公里6700公里 OK， 这个是地球的半径，就是用这个，然后 G 就是用这个 9.8 这每秒每秒这个 S 有个平方漏掉了开平方，它就是它每秒是7740公尺它运行的周期 T 等于这个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它的 R 了嘛，对不对？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做 T 等于二派 R 6700公里被 V 除等于我们再换算成为小时的话呢，它绕一周 1.5 个小时 1.5 小时。法线加速度你看这个我们常常用，对不对？不要忘掉它有这个关系， V 知道了， R 知道了，所以卫星的法线加速度就是这么大好，现在我们再举两个例子，我们就看下一章这里说有一辆卡车它载了一个盒子20公斤的盒子，盒子与卡车地板间的摩擦系数是 0.1， 当绿灯本来是停止在那里，绿灯亮的时候卡车就开启动了，以每秒每秒2公尺的加速度行进，盒子呢原先离车尾是5公尺，问车子开了多久以后盒子从车尾掉下来，
这段期间卡车行进的距离是多大。好，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当然可以，我们先考虑运动学。起初是静止在那里，两个速度都是零，哈，假定那个地方的位置是零，所以起初条件知道了。好，加速度呢？卡车知道了，卡车是这么多，盒子的加速度不知道啊。啊，幕后的条件就是幕后的位置，卡车开到哪里了？盒子从卡车尾巴掉下来，那这个啊，幕后的条件就是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呢，就说你用运动学也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因为盒子的加速度你不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们呢，我们就先用加速度，好，先用运动学，然后列式子，然后再把加速度求出来好了哈。你看我们做运动学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过你要注意什么要领，记不记得？要画什么坐标，是不是要画坐标？好，坐标画出来了啊，它是往 X 轴运动啊，这两个其实都是同一个了哈、啊、X 轴运动。好，那我们假定这个是原点，原点设在哪里？原点设在原先这个卡车的车尾，在这里啊，这个是卡车车尾的起初的位置，然后这个是物体的起初位置，这里到这里是五公尺哦，啊，五公尺，这啊，然后这个 A 是以这个加速度前进 ，B 的加速度不知道，我们要求啊，啊要求，最后就是说，啊，我们假定 T 经过了 T 秒钟，这个汽车跑到这里来 ，XA 正好等于 XB， 就说这个。盒子也在这里，汽车尾巴也在这里啊，它就从这里掉下来，就最后的位置啊。啊，好，那现在我们这都讲过了哈。啊，起初 XA 在零 ，XB 零在五公尺啊，运动学的起初条件，加速度，卡车加速度是这么多，盒子加速度不知道。我们假设卡车启动 T 秒后，盒子从车尾掉落下来，它的位置是 X 啊，那么也就是说 T 等于 T 的时候啊，车尾与盒子的速度这个完全相等。那现在我们用盒子的加速度不知道，我们要求盒子的加速度啊，盒子加速度怎么求呢？我们把盒子特别画出来，这个是卡车的地板啊，把盒子的外力画出来，超距力 normal force， 这是加速度。还有呢，这个是地板跟它之间啊的相互作用力，这是它的垂直分力，它的切线分力啊，就是摩擦力。因为车子往这边走啊，所以车子会给它一个摩擦力是往这边，因为这个物体一开，物体一个惯性物，它会保持原来的位置，对不对？这个时候摩擦力就是朝这一边啊。好，画出来以后，我们就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列式着 ，sigma Fx 只有一个力 ，Fk 等于 mab，sigma Fy。n 减 mg 等于零，因为它没有跳动哈，没有加速度。还有 fk 等于 mu kn， 好，从这里头我们可以解出来 ，ab 就等于啊 ，ab 等于 0.1 乘 9.8 啊，就是 0.98 个每秒每秒公尺。好，那么我们现在用运动学求 x 及 t， 现在这个。AB 的加速度都知道了，我们先把 A 物体 A 啊的这个等加速公式
用出来，因为它都是等加速嘛。好， XA0 知道是0，对不对？啊， VA0 也是0，啊， AA 是每秒每秒两公尺 T 平方，啊，这是 T 秒钟。啊， B 呢是这个式子，这个是5公尺， VB 也是0，啊，这个是二分之一 0.98 等于这么多公尺。好，那最后我们就把 XA 等于 XB 等于 X 啊，那么因为这两个相等嘛，这两个相等的话，那就是这个括弧的值等于这个值啊，就是这个值啊，啊，从这里算出来 T 等于 3.13 秒啊， T 算出来以后啊，我们带到啊，随便带到哪一个式子，这个式子或者这个式子都可以哈，啊，就啊 ，x 等于 xa 哈，啊，那等于这个啊，带到这里好了哈，啊，t 平方等于这个 ，OK 啊，所以 xa 就等于 t 平方 3.13 的平方等于9.803个 meters 啊，就算出来。所以这一题啊，就是提醒各位啊，我们做运动学的时候的要领是什么？要画坐标，起初条件、加速度、末后条件，这个在图上面都要啊把它表现出来，然后再啊，如果加速度不知道，用牛顿第二定律来求，最后再用啊等加速或者是运动公式来求。好，这个式子，我们现在看这个例题，这个例题很有意思。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说过，牛顿的定律一定要在什么坐标之下才能够用啊？惯性坐标，对不对？都是针对惯性坐标列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式子啊，看一个东西。这两个滑轮，这质量都不算，摩擦力都不算，这里挂了三个物体 M1 M2 M3， 都从静止开始释放，然后这个物体开始掉，这个物体啊也开始掉。那现在要问你 A1 是多少， A2 是多少， A3 是多少啊？这两个绳子的张力啊，这根绳子跟这根绳子的张力是多少？那你要怎么做？这当然是力的问题了。力的问题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了啊，这因为它是不平衡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关键物体找出来，一二三啊，这三个关键物体找出来，然后把它们的外力都画出来，加速度也画出来。比如说我们画这个力，超距力 M1G， 张力 TB。 我们假设这个比它小，我们假设它往上 A1， 这个 A1 是相对什么东西呢？相对什么？可不可以相对这个？因为这个滑轮也有加速度啊，不能相对它，它是相对什么？相对地面，对不对？或者是相对 A 的滑轮也可以哈，是相对这个的。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都画出来哈。M2 这是超距力，这个是张力，这是 A2 往下，这也是对地面了哈。然后这个 M3G 超距力 TA 朝这里哈。假定它也是往下 ，A3 也是对这个地面。好，我们现在由牛顿第二定律列式子，物体一对地面列哦 ，TB 向上 ，M1G 向下 ，A1 是向上，所以用正的。然后再列物体二，物体二 M2G 往下，用负的。TB 往上是用正的，然后
one， 这写错了，是 M2， 这是 M2， M2 负 A2， 负 A2 哈，是 M2 负 A2， OK， 你们回去讲义上面要这个要改一改哈， M， 怎么写错了，奇怪，怎么会这样，大概是我把这个移下来啊，然后改这个没有改啊，这都是 M， 这是 M3 啊， M3， TA 向上， M3G 向下，那 M3 乘上负的 MA3， OK， 好，现在我们说你里头有几个未知数啊， TA 是一个， TB 是一个，A1 A2 A3 有五个未知数啊，五个未知数你只有三个方程式能不能解啊，不能解，我还有两个，还有两个到哪里去找啊，到哪里去找。好，第一个我们说滑轮 B 啊，滑轮 B， 滑轮 B 本身没有质量啊，它上面受一个 TA 朝上啊，它有这两个的反作用力，就是朝下，都是 TB， 所以减掉两倍的 TB 要等于零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从哪里找啊？就是这个，这两个加速度都是对地面，但是对 B 来说，它有个相对加速度。因为这条绳子不会伸长也不会缩短，你这边伸长这边就要缩短，对不对？所以这个加速度跟这个加速度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啊，它相对 A3 的相对加速度与 A2 对 A3 的相对加速度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啊，就是 A1 3啊，它对它的加速度等于它对它的相对加速度的负值，那 A13 就是 A1 减 A3 啊，负的 A23 就是 A2， A2 是往下 啊， 啊 A3 啊， A3 也是往下，因为这个这个是 A3 啊，在这边是往上， OK 啊，因为这是减的嘛，所以这是减的啊，我们就得 2A3 等于 A1 减 A2， 所以有1 2 3 4 5，然后这五个方程式里面我就不去解它了哈，这就是我们去把它解出来， OK， 好，这一题你们回去啊好好的这个再思考一下，再算一算。